我就是先有后婚。我经纪人当下不跟我讲话，解约，掉掉，说是八楼掉到大山。当年不如你，都当你意，结果你在喂，对我在喂奶，我的奶就一直滴滴答答、滴滴答答的在流。难道我就只能这样吗？每晚11点，11点热炒店。